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2月11号年除夕这个活力加油站，我是韦斌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婷。哎，我们提前先拜个年吧，好吧？是。哎，想一下，来一些牛年吉祥，牛年如意，祝大家幸福万岁，幸福快乐了。是，那当然还是要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财源广进。对，因为经历过去一年的挑战之后，我们知道啊，现在要珍惜每一个相聚的当下，每一次的相聚呢，都十分的珍贵。是，尤其在年除夕，那今年年除夕呢，就留在家里陪家人吃团圆饭，好不好？到底要煮什么年菜呢？对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今天活力加油站邀请了城中几位名厨，四大名厨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年除夕的菜肴要怎么做。其实年菜也可以分为前菜和主菜哦。我们欢迎 Chef。Hello， 你好。恭喜发财。恭喜发财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道呢，我们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好意头的名字的年菜，就是招财进宝纳福来。这是今天我们做的是因为前菜嘛，所以我们就融入那个越南的春卷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有这个越南米纸是吗？米纸，对对对。过后我们等一下会掺一些那个蒜米进去，能够还有一些汤来调味一下，还有一些青柠，就有甜有酸有咸这样子咯，就比较开胃啦。我们还有一个是 abalone mushroom。哦，这个菇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大一点，那个叫鲍鱼菇这样子。鲍鱼菇啊，就是好意头嘛。对对对，过年嘛，我们今天是吃素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用鱼露了，我们就用酱油对对对，来取代鱼露。对对对，这样不要太过多了那个酱油了哈。跟我们加一些糖这样子去调味。糖大概半勺。对对对，看你个人的喜好，如果你喜欢多的话，你可以放多一点点哦。好的，然后我是比较 prefer 酸一点点啊。对对对，因为很开胃，而且尤其过年的时候天气总是特别热，那如果吃这一道啊，就特别的清新。四季如夏。对对，来米纸，然后拿一片。对。就泡在蒸一下。这个是一般的清水就可以了。一般的清水就可以啊。不一定要什么煮过的还是过滤过的水，对不对？主要这样子。给它软一点，可以了，已经可以了，这样已经可以了。因为等下它，可是还感觉很硬，它会吸收，它还有水分嘛。是哦，对，因为你不要太过湿，不要太过干，也不要太过湿，这样你很难卷。不可以贪心。不要贪心，因为等下你很难揉起来。鲍鱼菇、蘑菇，然后因为其实菇类有时候也有比较鲜的味道，有一些朋友菇类它太多的话，单吃菇它就不太喜欢。所以这些菜就很重要，其他的佐料。之后你需要按一下慢慢的。但是老实讲，我们戴手套是会比较难一点弄。那个手感不太准啊。给它按紧它。这是这样的东西哦，算是成功了啦。耶，鼓掌！翡翠绿意，
迎吉祥，哎，是什么一道菜？什么样的一道菜呢？请 chef 傅来说明一下。Hello， 又回来了啊。是。So 我们就今天要做的就是那个我们用 king crab 那个帝王蟹来做一道沙拉，因为过年嘛，我们要看起来好像很旺、很澎湃、够力量的。对，澎湃上菜哈。对，所以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喽。过后会有一些啊红石榴。红石榴，这个我喜欢，因为呢，因为有人包给你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自己拔就没那么喜欢是吗？这个是 Japanese cucumber， 日本黄瓜。日本黄瓜 ，yes。为什么不要用一般的黄瓜？一般的黄瓜我觉得没有那么脆口啦，因为过年嘛，那也可以少了柚子。对他们说寓意多子多孙，柚子厉害哈。我们有醋。白开水，白开水，糖，还有点盐。OK， 这个是拿来腌制的。哦，到时是淋上去就可以了。没有，我们需要煮。So before that， 我已经煮了一锅，因为我们要给它冷，我们才可以放那个菜进去，给它稍微腌制一下。OK， 好。所以我已经提前去煮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青瓜，这个放进去里面，给它稍微腌一下喽。哦。对，给它稍微腌一下喽。给它入味。对。帝王蟹我就稍微拿一只上来啦。我是拿剪刀，我是拿，因为基本上你在 market 买的嘞是已经是熟了啦。最重要是要把它的肉取出来。对，我就剪喽，剪中间喽，剪中间，然后我们就把它肉撕出来哦。那个肉取出来就放在一个碗里。对，比较好的我觉得是1kg多到2kg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肉质会受影响吗？比较 strong， 没有它的味道比较甜啊，比较咸甜一点啦。你就我来，我负责搅拌吗？ Okay， 对，这个蟹肉，因为我要切那个苹果，来苹果让你准备。OK， 所以我们不要切太多啊。好，再来啊，对，我们放一点这个来那个香菜。连准备的时候都这么漂亮。这个不要放太多、都还没摆盘呢。这个青柠叶我们不要放太多，我们只是让它味道而已。它其实它的味道是比较很香的，很重的，所以我们只是一点点来提味这样子。OK， 再来。所以我们也不要放太多。这个好吃哎，应该放完。等一下，这碗就给你拿走。OK， 没奶汁。以这样子的分量，我们差不多一个汤匙多了。看你个人喜好啦。我流口水了。哎呦，这样快！我已经准备继续给你。没关系，我忍。为了好的食物是值得等待的哈。等一下要你试吃一下，看 O 不 OK 那个味道。靠你哦，这讲到吃，他们都叫我天下无敌，天下无敌。你配一点啊，配一点蟹肉，蟹肉这样的东西。OK。那如果不懂得弄帝王蟹的人，可以用一般的蟹柳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可能这个比较高贵一点点的话，可能可以用一些蟹柳啊来代替，或者是可能你家有多的螃蟹啦，那种肉蟹啊，可能可以拔出来，你们做一个沙拉一样的东西哦。够，可以啊，够味道。我觉得够味。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青瓜拿出来喽，所以我们没有把它蒸很久啦。如果你喜欢腌制多一点的那个味道，可以放久一点哦。然后嘞，然后要怎么做？等一下我们就是摆盘哦。来，维斌，我炫耀一下，你看，在 chef 傅的带领之下，有啦，我也是有肯定 chef 傅的功劳，就是有两道前菜是我们一起准备好的，是要谢谢 chef 傅，我嘞，我有一点点功劳的嘞，帮你切了。好，那 chef 傅，请介绍这两道菜，这些都是凉菜吗？对，这是前菜咯，前菜，这些都是可以预前先做的，因为你懂啊，那过年的时候要很忙的啊，好，前菜又可以开胃 ，OK， 你呢？这一道就不适合了。好，这个是帝王蟹哦，帝王蟹，好哎，这个农历年哦，春节应该是帝王蟹，对，有帝王将相之势啊，对，这个架势很好哦。是，那这个招财进宝纳福来也很好，对应这个呢，就是这个。
五路财神给你的财宝都包在里面。很会讲哎 ，OK， 来试试看吧。特别清新，然后也更加的营养和接近全自然的食物。这个是立挺条啊，嗯，好吃吗？我的小小贡献就在这里。成功，而且里面越放进去，把那个薄荷味、清新味马上就出来。我来吃一下那个帝王蟹，耶！哦，原来是可以这样来摆盘的。嗯，反正怎么样，立挺。吃荤的朋友一定会喜欢，因为这个帝王蟹的蟹肉，它跟比如说一般的螃蟹，因为它也本身也不是真的蟹类了，所以它其实它口感是更清甜过一般的螃蟹。这边是您三十碗嘛哈，我们请 chef 跟我们的观众，说一个祝贺一下好不好？拜个年 ，OK， 牛运亨通，哇，牛运亨通，牛运亨通，通好，财源广进，财源广进啊，是，这要只是今年希望有牛市。啊，祝大家牛市大赚！买股票的朋友都可以赚个盆满钵满。嗯，是，那当然是这个前菜以外呢，还是要有主菜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主菜呢，接下来就我来介绍吧。好。好。吃完和家人吃团圆饭，当然要吃得丰富一点，这个食材也要多样化。我们就邀请了城中名厨 Chef Philip 来教我们这个做素食啊，跟这个蔬食的食材。哎，是的呢，今天这道菜呢 ，Chef Philip 为我们做的就是叫做四季平安大团圆。那这道菜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蔬食肉饼是我们要亲手做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食材有哪些。首先，我们有这个杏鲍菇，对 ，King Oyster Mushroom。King Oyster Mushroom， 那杏鲍菇，杏鲍就是幸福饱满的意思啦。还有，哎，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，就是芋头。芋头啊，就是。年年如意的意思啦，哈，芋头好。首先要做的是先做肉饼的部分是吗？对，现在我们就要先把这个 King Oyster Mushroom 先炒一下，杏鲍菇先炒香一下 ，OK。现在我们就是用橄榄油啊，因为我们不是用高温炒，所以是可以用橄榄油的哈，这只是适中的这个温度。嗯，来，我们先放这个broccoli 好不好 ？broccoli 好，来 ，OK， 我们先放下去啊。就顺着秩序去就可以了，顺秩序去 ，OK， 好，就全部现在这样子下吗？对 ，OK， 好，还有灯笼椒，对 ，OK， 好，这个我们就需要把它碾碎它，碾碎一点 ，OK， 这个是我们已经是蒸熟了的，哦 ，OK， 这也是其中一个我们讲的 binding effect， 好，这杏鲍菇也 OK 了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 OK 了颜色，啊，你的手好耐热 ，OK。嗯、来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杏鲍菇加下去。哦，加下去，好，好来。嗯，杏鲍菇加进去，这个颜色也非常漂亮哈。这个基本上现在就是我们的八宝盆，你是这样放进去吗？也是这样放进去。怎么好？好像很容易这样。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。啊、非常容易啊。非常容易的一个菜式。你们厨师每次都讲很容易的。好，搅拌均匀哦。OK。OK。OK， 这你大概是二十 gram 这样啊。OK， 大概一颗鱼丸这样子就塞一小粒，我们就塞下去。OK， 嗯哼，然后就拿上来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现在我们都讲求这个健康蔬食哦，所以今天这个蔬食呢，当然就年三十碗也不要亏待自己了哈，吃还是要吃的有营养，有口感，就是色香味要俱全的。对 ，OK， 对。
当然，这个素食肉饼只是单单这样子吃的话太单调了。那今天有一个跟它的一起搭配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法式杂烩 Ratatouille。首先的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要爆香洋葱。好，可以，对。好，所以这个洋葱呢，现在就下锅去爆香一下。啊，洋葱的味道已经出来了。是，因为现在我是要提升它的甜味罢了，所以我们就拿这个最硬的。最硬的先下，最需要时间烹煮的先下。所以当它现在已经又开始有这个泡泡的时候，就可以下第二个是吗？第一个，第二个你要下什么？第二个我们先下这个芹菜，因为这芹菜我们要它的那味道出来了。来就下这个，我们再下来的就是这个 zucchini， 来，黑，番茄，OK， 现在最后我们就放这个，这个番茄酱，好 ，OK， 先放下去，这个先放下去吗？对，好，然后盖着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好简单，所以这个就等二十分钟，对。好，这个是最后的调味，好 ，Chef 现在这个开盖看了，哇哦，你看这个卖相非常好哦。那现在马上就这个把盐巴下放进去啊，还有就是胡椒粉，基本上你看我们的调味就这两样东西。菜呢叫做三星鲍喜银金牛，这个用材特别的简单。对，我知道说这个是卤豆干，可是哦，你的卤豆干，你的水在哪里呢？这道我们没有用水，没有水的卤豆干怎么卤呢？我们叫做湖水料理。是，那 Chef Lee 说这个就是不用水的卤豆干，那卤豆干用料很简单，我们有这个灯笼椒，用三个不同颜色的灯笼椒。对，好，可是我发现到 Chef Lee 这个豆干哦，你看它的这个豆干切的方式不一样，哎，为什么这个豆干切成这样子 ？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要每一个部分都会沾到，整片豆干都要沾在这个臭臭里面，所以我们尽量切到最。方便我们去浸泡这个豆干了，好。现在我们不热锅，直接冷锅 ，OK， 直接排下去。像我们潮州人，每一次呢，在过年过节都会吃卤肉啦、卤鸭啦、卤蛋啦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尝试啊，就是卤豆干，而且这个卤豆干是没有加水的哦。橄榄油，橄榄油，橄榄油现在才下。对，一汤匙。OK， 一个，那这个生抽也有分等级的吧？哈，一般如果是上等生抽，会来的比较香。对，那个是看你家里有什么。对，看个人喜好了。对，姜片，就放在上面就好了。红糖，直接往上撒吗？对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吗 ？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上盖。OK。现在主持人你可以试一下，你要转这个盖，你是不容易转的。OK，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，我让你知道什么时候是 ready， 我们要 set 一个五分钟。五分钟。
你还记得吗？刚才我们还没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盖有点重，现在盖开始轻了，是里面 很容易转的哦，这里面的蒸汽、就是、是 OK 了，现在哦，这个就证明是里面在 OK 了。对 ，OK 好，所以我们先，哇，看一看里面的这个麦香，好香哦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反一下是吗？哦，要反过来啊。你看下面的是全部是 OK， 很好了 ，OK， 因为它这个是豆干，所以可以用夹子，不用担心它会碎哦。好，这灯笼椒什么时候下呢？现在下 ？OK， 就现在下，我们就哇撒上去就可以了。还需要加多一点点一汤匙生抽。好 ，OK。再上盖，再加几分钟？两到三分钟。哒哒，三星报喜迎金牛，这道菜呢已经完成了，请 Chef Philippe 把它盛碟吧。好，来，哇哦，看一下，那这个豆干呢？潮州人、福建人都很喜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潮州话就是说这个。豆瓜，吃了子孙而做瓜。你看到这个颜色很漂亮，很开胃的一个麦香。啊，再加一些绿色的点缀，非常精致的年三十碗这一道菜啊。来，这就是我们的三星报喜迎金牛。哇哦，这两道菜哇，金碧辉煌的感觉。这道叫做四季平安大团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先来尝这道好了。是，那这个是三星报喜迎金牛。OK， 对，就是我们的无水卤豆干， okay， 是这个 Chef Philippe 的特别介绍。Chef， 我不客气了哈。来，马上开动来 ，Chef， 不客气啊。哇，真的很好奇这个不用水卤的豆腐，哎，是这个圆圆的取其形啊，就是吃了寓意团圆。来，那我也给 chef 一个吧。哇，这个豆干的，谢谢。这个豆干的口感特别好。哇，很入味。那我吃我这个，这个卤到够均匀嘛？嗯哼，好，这个很好吃，而且这个食材很丰富，那营养就会很多元，口感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Chef Philippe， Chef Philippe 给我们的观众拜个年吧。好，这样我就祝各位观众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哇，谢谢 Chef Philippe。谢谢 Chef Philippe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年三十碗两道主菜好像不太够。当然不够了，年三十碗就团圆的日子人很多嘛。还有我这边两道主菜要上场的，所以等一下看我来表演吧。那说到这个主菜呢，绝对不可以让围宾专美于前啊！我本身也是有两把刷子的，意思是说我也有厨师朋友可以介绍的。这是什么主菜呢？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厨师，这一道菜的厨师是 Chef Shane， 欢迎。嗨，大家好。好，那这一道菜呢，有一个很好的名字，叫做。金玉财运滚滚来。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熏鸭，
翡翠荷叶饭 ，OK？ 是，好，那怎么做呢？请 Chef Shen 来介绍一下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先烹调它这个，我们先把它这些炒香先。等它稍微热了，热了锅，我们就放一点这橄榄油，然后也不用多了哈，其实。算，我们先下鸭 ，OK？ 不用任何调味料，蒜米之类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先下这个炒香之后，因为你放了这些调味料的时候呢，它很快就焦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学问啊！先把它炒香，对啦。OK， 好，切丁的这个熏鸭，这个先啊，也要先下菇啊，可以先下吗？全下吗？对。哇，这菇口感可以很 Q。然后其实鸭肉本身有一点点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刚才爆香的时候呢，它的油分就出来了，因为它的香，把它加在这里。加这里为什么？这个我们先把也是要炒香，那些我们就可以推去一边了。对了，不用再炒了 ，OK。然后我们再下蒜米，蒜米哈。咦，然后这个是姜蓉，姜蓉为什么这道菜还要下姜蓉？因为可能那个鸭，有的人会觉得不喜欢那个味道嘛，它就可以去一点那些腥味。哦，去腥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姜的这个用途哈。对啦，然后它也是香。不干哈。酱油对，然后这是麻油，麻油一点点，调匀它。OK， 来这个我来做。蚝油，蚝油也要下完吗？下完。哇，好像这个已经是好了。OK， 好，所以已经关火了。对，调小火了。然后我要搅拌。你搅拌均匀，还有那个生抽。生抽也是要下。对，现在我下这个毛豆。好，翡翠。翡翠。OK。可是毛豆也很快熟，这里是600克的这个珍珠米饭煮熟了，我放进去里面。哎，可是这饭啊，它为什么不像一般的炒饭，什么放隔夜啊之类的？不用，不需要。OK， 来，我这个应该也搅拌的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下我们的这个酱料，对不对？对，拌匀一下。哇哦，all game all game， 入款入入心。还有，我觉得这个荷叶饭哈，为什么很多人年菜一定会有？因为这个荷叶的荷字啊，谐音和和气气，和和气气，和气的重要性是什么？和气生财，荷包满满，一团和气啊，一团和气。所以我们把它炒均匀之后呢，就可以放在荷叶里面了。好，洗干净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是这样子包，铺上去哈，那个蒸笼里头。就这样子。哇，这个好像去酒楼上酒楼吃那个五星级的那个荷叶饭。来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上桌。那我们自己也可以来，这在家里准备。OK， 就给它包满满就对了，荷包满满嘛，一团和气嘛，和气就是生财。OK。然后其实包了荷叶之后，还要像以前那样再拿去蒸吗？对，我们还是要蒸哦。对，那我们把它包起来啊。是 ，OK， 这样子包 ，OK， 这样子过来。哇。煮滚呢，再下呢就比较省一个时间了。OK OK， 好。那大概要蒸多久呢 ，Chef？ 2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。OK， 好。说荷叶它有它的本身的香味，当你拿出来的时候，一切开来，它那个香味一吃过，这样子出来就很香了。呀，这道主菜就这样完成了。滚滚满堂红，到底这是一道怎么样的菜肴呢？请教一下 chef。
来，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就是我们叫玉瓜 ，OK，、就是冬瓜的意思啊。OK， 所以我们过年不讲冬瓜了，我们讲玉瓜。好，我们的凤梨 ，OK。啊，这凤梨过年一定要有的食材。说凤梨炒这个玉瓜。旺来呀、啊、，OK， 好， okay, 分配好好了哈，怎么做？现在来切这个玉瓜。先切玉瓜。放一点点盐啊，原来还要撒盐，撒盐的用意是什么？给它有味道，就很像我们腌那个肉一样这样子。哦，撒一点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去蒸了。蒸啊，直接蒸。蒸个五分钟，然后一定要水滚，水滚下去五分钟。OK。五分钟过我回来。五分钟。五分钟之后已经蒸好的玉瓜在这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有点点半透明这样子的哦，所以它的水分应该已经倒掉了，所以它就会把水分弄出来，它是半熟的 ，OK， 然后要炸，对了，我们现在就放一点我们的这个蛋黄，哦，还是要用蛋黄去裹它，裹那个粉，那一定要有薯粉哦，对，我薯粉在这里，才放在那个薯粉里头，对了，裹一裹，哎，这厨师很会用筷子哎。如果是我都要用手，所以其实用油量也不算很多，因为平时如果是我们老家那种炸法，那个油是整锅满满的。辣就是炸到这样子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很好意头哎，然后可是它这样子摘吃就太闷，对不对？它太寡了，因为它没什么味道。对对对，这个形容词。这玉瓜 ，OK， 那我们先煮它的酱汁，叫热锅炒这个。有洋葱，哇，也是的，灯笼椒，这个料哈，也要炒到它油亮油亮，油亮油亮，这个爆一爆香就可以了。其实 ，OK， 好 ，OK， 我们可以下了，没事，下不会喷的，哦，不会哈，果然搞笑，下我们的这个满堂红番茄酱，番茄酱，以及我们的辣椒酱，辣椒酱。那它就有甜又有辣，少少的辣。嗯，这是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特色。水分，水。我们把它煮滚。然后呢，下糖。糖。哇，糖原来下。酸甜酸甜。这个很像咕噜油啊的料，它其实就是咕噜油，对啦，这是醋，还有一些。所以我们先把它勾芡下去。下我们的玉瓜 ，OK， 我把它拌匀就可以了。所以是要很快很快很快。对了，就是这样子拌匀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就好了，这整个菜就完成了。OK， 我完成了就可以把它摆进去这个黄梨盅里面。这样子端上桌，你知道吗？过年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惊叹于你的那个审美，还有你的厨艺啊。这个就像那个酒楼大酒楼的菜啊。开饭啦！我这边这道是荤的啦，所以是啊，那个没事，我来享用。这个但有特别，对对对，像这个是这两个卖相都很好。这个呢，你看荷包满满。啊，对，真的，一团和气，一团满满哦。上升也一起来，哇，太棒了！你好，来试试看。哎，可是讲到我这，先讲我这个，因为传统上都用糯米嘛，我们改用珍珠米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糯米饭呢，一些老人家吃了过后很难消化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珍珠米呢，吃下去不会这么腻，这么窄呀，对，这么窄，所以就可以吃多一点点了。所谓珍珠米，就是我们常去吃日本料理那些寿司的米饭，它的粘稠度呢。跟糯米很接近 ，OK， 怎么样？味道如何 ？Very good。下午正很迫切来说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一道嚼劲怎么样？这个是素的，所以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玉瓜。
就是玉瓜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玉瓜，就是冬瓜。哇哦，这个真的，如果是来送饭一流，配饭是好吃的。哇，太棒了！谢谢你，对我们做这么好的一个介绍。那现在是这个农历年吧，跟我们的观众拜个年吧。我们祝我们的观众多福多财多平安。哇，真的是说到重点，多福多财，一定要多平安。对啦，是。那我们今天有吃了这个前菜啦，有主菜啦，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农历年常说要甜甜蜜蜜，甜啊，一年甜到尾哈。所以是你做吗？是，我们也到甜品，不要走开。年三十晚当然不可以少了甜品啦，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呢，就要带大家来吃甜品。我们欢迎 Chef Pang。 是的， Chef Pang 今天带给我们这个呢是很特别而且名字很好念，叫做黄金又见玉如意。哎，那这个黄金是什么？就是金瓜。对啊，我们刚才有这个玉瓜，现在有金瓜，你看金玉满堂多好哦。对，好，所以这个除了这个金瓜，还有就是柚子啊，所以又见玉如意嘛哈。对，一起放进来吧，你把它倒进来。需先给它这个滚烫才放吗？不需要，都可以一起。可以，好。啊，OK， 然后需要搅拌一下吗？来。可以啊， okay, 这样子就可以了哈。嗯，也可以把冰糖倒进去。我们的石粉汤因为比较大颗嘛，哦，我们就可以让它一起煮。如果你是用普通的冰糖，可能你可以吃一些才放也没关系。OK， 这样子我就 OK 了。所以这个大概要煮多久的时间？差不多15到20分钟。你待会儿你压一压，看到那个南瓜软了就 OK。主要是要给它比较稀烂一点。对，然后我们再会 blend。啊，这个金瓜我们弄好的就是这个样子哈，所以这个金瓜现在要怎么处理？来 blend 它，让它比较好，放进搅拌机。对，啊 ，OK， 是我们刚才已经压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压碎过还是不够细的，对，要用这个搅拌机比较好。对，当然因为还有一样材料要加进去搅拌机的，就是鲜奶整碗吗？对，整碗。好，整碗加进去 ，OK。啊，这样子加盖，哎，然后搅拌。对，给我。再给它倒出来。金瓜倒进去。哇，你看这个质感很好哦。OK， 所以这个金瓜又见这一道呢，你可以吃冷的，也可以吃热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其中一道甜品，还有一道甜品，对不对？对。见牛年福气到，啊，还有这个步步高升的年糕啊，这个是芋头，所以为什么这道菜叫做芋见啊？就是芋头啊。还有就是这个是年糕，处理过的吗？对，是切过好了。我请教一下 ，Chef Pang 一般怎么切年糕？刀抹油。刀抹油啊，现在要示范一下吗？怎么切？哦，用纸巾。对，因为不需要太多的油。嗯哼。所以呢，这个年糕，你看现在这个 Chef Pang 呢是用刀抹一些油，那这样子切呢，它就不会粘黏在你的年糕上面。啊，那我已经表演了。我另外一个方法呢，就是以前我看到老奶奶啊，他们是用什么呢？线，那这个线呢，
就直接这样子割，看到吗？啊，然后这个线割了之后呢，你的线就可以丢掉了。好，那这个芋泥我们要怎么处理呢？这个 OK 芋泥 OK 一样的，我们先把它切丁，然后我们拿来蒸。啊 ，OK。切像我刚刚说的，切越小丁，当然你能够就越好，对，越快嘛。Standard about 15 to 20 minutes。哦，就这样子让它蒸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对，像这个芋泥，你蒸好过后，你一定要摊凉它才可以用，不然它是很水的。哦，你就很难处理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两只汤匙 ，OK， 这样子拿你要的分量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年糕加进去是吗？对，年糕放几片？可以放两片 OK 啦，两片就看你多爱年糕咯。OK， 可以可以再放。吃的步步高升，他们说哈，你已经很高了，是吧？还可以再高两寸 ，OK， 只一点吃了，发育已经过，发育期过了啊。然后就这样子将它包起来。咦，然后这是金条，黄金条，金条不是金面包，金条更好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炸这个金条。好。啊 ，OK。那我看到说这个旁边现在已经开始变金黄色了。好像我们这个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翻一翻。啊，所以这样子就 OK 了吗？对，其实很 OK。OK。对。哇，好快哦。对呀。OK。捞金的时候来了，哎。来，我们的黄金，一条条黄金捞起来，嘿，就来年捞得风生水起，多好！啊，是的，这个是chef Pa为我们带来两道甜品，两道不是一道吗？这是两道啊，一个是这个金瓜，一个就是这个有芋头的，二合一，对，好，来尝尝味道。是，它其实是这个芋头沾这个金瓜汤是可以的，不是？你可以这样子吃，如果你要沾的话，我也不会阻止你的，可能有一个新的吃法。是，来试试看。那你试那个金瓜，我来试这个芋头，因为我是潮州人，潮州人常吃。试试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可以取代巧克力的甜味耶，那个金瓜的甜味好甜哦。但是因为它这个柚子，对，因为如果单吃金瓜的话会觉得太腻，配上柚子呢，它就会有一种解腻的作用，就酸酸甜甜的。对对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出双入对的一个。甜蜜蜜，为什么呢？两个都甜，一个是芋头，一个是那个年糕。可是你吃进去的时候呢，这个两个的口感都不一样。我试试看，这个搭配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你就说我们今天这两道甜品呢，都是属于比较健康的这个甜品啊。是非常感谢 chef Pang 今天呢，您30碗来到现场，给我们做这么好吃的这个甜品啊。谢谢 chef Pang。是，谢谢 chef Pang。chef Pang 跟我们的观众拜个年吧。好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牛气冲天 ！Yes， 哇，那今年呢，其实也是60年难逢的金牛年，对，好一头。是活力加油站呢，在这祝所有的观众朋友意过天晴，新希望，双双对对蜜如霜，三姓拱护幸福绕，事业顺利步步高，屋满乾坤福满门。是牛来运转，满力满力哦！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！